狂铁被项羽一技能击飞，狂铁二技能把项羽打残了。 KSG 打得很凶，想先杀人再拆塔。 KSG 场面上更有优势，可以尝试水晶爆炸了。 KSG 赢了这场比赛。又没有这一张蜜蜂了，这虞姬，这虞姬，你看这虞姬，这虞姬玩起来了，哥们儿，这虞姬玩起来了，这么往脸上冲，一个人闪五个人，他都死不掉。零换五，又是零换五，闹着玩呢，这都不死。专业专业，三比零。这是稳住。这虞姬什么意思啊？闪现过来切鲁班七号，不当人了，这还不死啊？没办法，这虞姬太了。你看，差一万已经不当人了。你看他一个洞洞到了，你们玩什么呢？哎，去了呀，去了呀，哎呀，你真真么玩吗，小九？疯了吧？你哇，全靠经济，家人们，这完全是给 GFE 啊！小九这波操作就是给机会的，但奈何经济太高了。射手开团你见过吗？啊？那么恭喜苏州 KSG， 这状态能让三追四啊？这状态 BO7 五比零，一下打状态 BO9 六比零，以此类推，你们计算。拉扯一下，他现在经济上还是可以的，比较好。哎，我说实话，这个千城小一身体好，跟他们打十个小时还真能赢。我跟你说，拼体力，再高地，搞虚的，我跟你说。高地突破，哎，直接杀人了，哎，别别别别，别别，你在干嘛？小九，小九，小九，什么小九？我操，这是我要的，已经没命了，已经没伤害了呀，已经没伤害，给我玩命了，小九，我都一点伤害都没有，什么鬼啊？怎么什么东西啊？他这样玩的，自信都打出来了，我以为小九要送了，我说错了，全员自信，全员自信。这抽奖这还哎哎哎哎哎，疯了吧兄弟！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大招？还没死，但是有点太逼我小九，我吓死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二技能闪现虞姬，你见过吗？二闪，就是实在没压力，实在没压力。哇，这点闪现打这么凶，就硬点，就因为他现在领先一万经济，怎么玩？这点水晶，让我们恭喜苏州 KSG 三比零，先拿赛点。哎，闪现什么东西啊？疯了吧，兄弟！什么大招？踩还没死，但是有点太逼我，小九，我吓死了！这什么东西啊？二技能闪现虞姬，你见过吗？二闪，赶紧去做一个翻盘的这么一个画面。卧槽，这虞姬，卧槽，这虞姬，这虞姬，虞姬这都不死吗？没有道理呀、啊，宝。哎，这虞姬都，这虞。哎，这虞姬打团都闪到人群中都不死的吗？一比十六，